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我家要播撒稻谷种子啊，这是一种新的种水稻方式。你们有没有见过，就是直接把这种发芽的稻谷种子撒在耕好的农田里面？我爸现在在播撒种子嘞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就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农田里面，省时又省力，比那插秧方便多了。我家一共种了10亩地，有5亩地都是这样把种子撒在农田里面的。种水稻是不是挺方便的，而且也快？这些是短的稻谷种子，在别人那里买的，2块钱一斤。如果买杂交水稻种子的话，是18块钱一斤。这价格差别也太大了吧。这些稻谷种子撒下去，过个10多天就会长出秧苗了。